大家好，我是娟子。刚刚爸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开着小绿的车回来了，走到俺这边前面，把那个车的底盘坑了一下，然后马上就到家了。一会儿他到家了，我看看咋回事，要是严重了还得给小绿修修去嘞。哎呀，哎，他不是回来了？那个路修路嘞，路高一批嘞，把地方坑一下嘞。可能坑干一下嘞。这也看不出来是哪嘞。要不你给小雷说一声吧，他用修路就给他修修。这看不出来是哪儿坏了呀？坏了没？行了。行了，也不知道坏了没坏是吧？我要不给小雷打个电话哟。等会儿再别给打电话了，要不然我等会儿开到那个小车站去看看。小车站看看。看看咱们可能没事了。要是不给他说吧，咱把人家车坑了一下，不给他说，我感觉不太好吧。先修走，咱明天我去修一下，看一下看看。地下应该没事儿，我想一下，地下都是钢板，就是看不出来是哪儿不哪儿一块给它底下那个一条跟那下边耷拉的，看不见。咱路不好，你看咱路坑洼洼的。修路了，我的技术也不多，也不太好。可能他这个车你也开不好了，他这个车速快，他说。我也开整不了，要不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打个电话吧，还是给他说说吧。行。要不你不给他说，我感觉不太好。今天修车的可以吧？嗯。那咱明天去给他修车地方看看。喂，小雷。你下班了没？下班了。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今天俺爸开了你的车去县城了哟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俺这边路不好，把底盘子坑了一下。俺爸去说听见磕巴一声，他都听见响了。俺爸说的明天给你开到那一个修车的那人家看看有事没，要是坑中的话都修修。不行就去，还是去吧，去看看去，要万一有啥问题嘞。哎，一个破车不知道啊，说我开过也没事啊。哎呀，看你说的吧，那坑住了该修也得修啊，要不明天俺去给你修修去，要不都说给你说一声。没事，这车坑一下，撞一下的分一段，这车都走了，别修了。俺不用修啊，我也不懂车，我看不出来。能做啥可以你开，可是我开过也没事。哎呀，你看看开了你的车，然后又给你碰了一下。能做不用去修车。我又怕有啥问题，我说先跟你说一声嘛，再问问你。没事，那个啥问题啊？怎么呢？十八十二。车子走了。怎么了？那你搁那里吃饭了没呀？吃饭了。吃啥饭呢？吃了鸡蛋汤，炒了菜。哦，那你要不都歇着吧，我都挂了。挂了啊。嗯，走了吧。小雷说不用修。咱们我没收拾，你看我认了，你看这人也不花钱。走。那你明天开到那儿找人家看看吧，看看有问题没？有问题咱都给他说，有没问题都不说再开过来呀。